家在昨日石流路与云科路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与普通重机车的车祸事故。那初判系行驶于石流路内车车道的小自小客车，未遵守标线的规定啊，违规右转，而与直行的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那本事故双方当事人均无酒驾情事，机车骑士呢稍微擦挫受伤。